说，作为人民的官，必须要想着人民，而不能作威作福。违法乱纪，或者等来的就是牢狱之灾。不管你的官有多大，后台有多硬，只要你敢贪，就必被抓。好，把这一条微信发到咱们的朋友圈里，我给大家发了。下边，他给我发了好多，我把关键的给大家念一下啊。陈云元老师又说了，让更多人参与到网上维权，这些人民的公仆极大的辜负了党或国家的信任，严重损害了百姓的利益，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，人民的利益不能损毁。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支持陈云元老师，应该不应该？应该。好，我的话完了，谢谢。